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画的是霸王龙。我会把这幅画的线稿分享在视频下面的链接里，你们可以下载下来，跟着我一起来上色哦。现在正式开始画咯。先用细的勾勒笔画出大概的形状，初学者还可以用铅笔先定好位置，这样再用勾线笔去描绘会更加准确一些哦。尾巴比头低一些，大致是一条斜线。霸王龙画好以后，在旁边补充一些石堆吧。现在用粗一点的笔来描一下外框吧。可以开始上颜色了。用灰色来加重一下暗部吧，注意要跟着阴影部分走，这样会显得更加立体一些。
好了，完成了。欢迎您订阅我们的视频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明天见，拜拜。